蓝洞是现在比较出名的时候，因为它光线的问题，所以取名叫蓝洞。这以前在当地本岛的人的名称叫 Ginakun。这里是不是有仙人掌啊？是仙人掌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我踩在史上哎，真的。想哈巴啦，这哇，你看下。拜是暗时十点半，三立台湾台青春好镜头。